八重山是琉球西南方海域的一个岛屿群，由石垣岛、竹富岛等大小岛屿20余座构成。八重山最好玩的玩法就是跳岛，由石垣港港口搭船到声色各异的小岛。爱冒险的可以到西表岛，这里是八重山群岛最大的一座，面积289平方公里，岛上90%的土地为亚热带森林跟红树林沼泽。游客搭小船沿着浦内川逆流而上，向行驶在亚马逊丛林里。小船划到了尽头，泊在岸边开始爬山，前方水声越来越响亮，拨开树丛，壮阔瀑布从天而降。我们自岸上跃入水潭，心脏一阵紧缩，畅快凉意渗入每个毛细孔，过瘾啊！八重山群岛可以游山，也可以玩水，就说小冰岛好了。此处海域拥有超过360种以上的珊瑚礁群，是仅次于澳洲大堡礁北半球最大。躬身下潜，哗啦啦潜入3米深的海水里，那风景，天空是大溪地的蓝，沙滩是斐济的白，海洋是马尔蒂夫的绿，要说多奢华就有多奢华。当然小岛度假也不需要搞得这么累。竹富岛的后西诺亚复刻了一座冲绳传统聚落，不想晒太阳的可以在这里找个老师学三线，花1-2个小时把下川里美的泪光闪闪学会，或者就坐在牛车上看风景，开车斗笠上弹奏着三线，吟唱冲绳民谣，他乡异国顿时分不清楚自己置身何处，只能说自己做了一个梦，一个好奢华的梦。